噔噔噔噔，没错，我又来做美甲啦。今天就做一个简单的新年美甲吧。这是之前做的美甲，长得太快了，不得不剪一下。先把指甲打磨掉，磨成呢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拿搓条修出一个自己喜欢的形状，大概呢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涂点软化剂，待会呢会更好的剪死皮。修剪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，不然就很容易会剪出血咯。剪完以后，我喜欢呢用酒精棉呢擦一擦，消消毒。现在呢打磨完毕，我们就可以上胶咯。首先呢是先涂一遍底胶，一定不能焦急哦。弄完以后是不是光滑了许多？底胶呢上完以后，就可以先薄薄的涂一层颜色。再依次叠加，叠加时候每一次照灯就20到30秒左右就 OK 了，基本上呢是涂三层就可以。然后呢就给需要沾湿的指甲再涂上一层底胶，然后放一点金箔纸上去，瞬间呢就变得好气了不少。再加上一点金闪闪的颜色，其他手指呢要也下一点。最后上封层就大功告成啦，大家欣赏一下我的新美甲吧。